让结局不一样哦。推广书时，慈济古来共修处与立德国际学前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亲子书醒活动。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癌症患者，那么现在康复了大概三年，那么有意识到吃素的重要性，所以借着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活动呢，要把素食推广给这个家长呢。香鸡面、饭、金丝骨粉全都可以拿来当做食材，亲子一起动手做，乐趣无穷。好不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也可以填饱肚子，又安全，又好吃。可能从今以后，我要开始多吃一点素，少吃一点肉。亲子们除了展现对地球减碳的爱，他们也在活动结束前为东非三国的灾民捐献爱心，让这份温暖能够跨海相助需要的人。台新闻，这是美智工刘琳妹、郑美清，马来西亚报道。